個和牛啲雪花見到都流口水啊！依家擺入口溶緊嗰種感覺，真係唔想講嘢。啲靚和牛咧，輕輕6至7秒到已經 OK 噶啦。安格斯牛肉雪花幾均勻，口感夠柔軟。日本嘅原貝鮮甜，珊瑚蚌600節之後底好多。由於呢度食靚料火鍋，湯底都比較足料，好似花膠鯊魚骨湯底煲到奶白色。鬼馬蝦膠記得反轉綠，油炸鬼好味啲噶。清酒浸過個豬，我覺得可以將個豬肉擺個清酒度，可能成浸5分鐘咧先攞出嚟綠咧，就更加會香啲。黑豆腐竹好少見，豆味真係特別濃。呢度真係食好嘢噶，連墨魚膠都要加蟹肉上去。避風塘炸魚皮係推介，即炸特別脆啊！炸豆腐香脆嫩滑，川味皮蛋就少少辣嘅啫。1分錢1分貨，呢只海鮮船嘅質素就梗係唔同嗰啲飲食套餐啦。龍蝦係特別鮮甜過人，亦都唔會食到嗰啲冇味海鮮咯。呢度最近仲新加咗個午市嘅方題，過百款食物選擇裏面有一半係中菜，最回本一定係花膠啦。水煮辣嘢都幾吸引，魚香茄子配韓式年糕幾新穎，夾唔夾就睇個人口味啦。煲仔炆牛舌上台熱辣辣，另外一半就是日式選擇，例如刺身、壽司手卷，每人還有一份海膽和拖羅，還有迷你當飯、湯麵、炒飯等等。夜晚吃到的即炸魚皮都有，這裡有間挺正的 VIP 房，還有得唱 K 添，我最喜歡咯。之前和朋友過一次，玩得超嗨。想睇到最新嘅飲食資訊，快啲將 Hello Pinky 周圍食呢個專業教程搶先看，咁就唔會 miss 咗任何美食介紹啦。首先確認已經贊好咗專業，然之後喺追蹤中嘅箭嘴度撳一下，由預設轉做搶先看，然之後出翻去就搞掂㗎啦。